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去参加农业经理人的一个会议。现在有点早，因为昨天我们过去帮了一下忙，说要早一点过去搞接待的工作。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可接待的吧，直接人去了就坐在那里就开会了，还要什么接待嘞？我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开年会的地方，这儿好多银杏树，我觉得在那个银杏黄的时候，这儿应该是非常漂亮的。看，这儿还有签到墙，这是各个镇的签到，石杨、柳街、濮阳。来，你打这针儿吧，来。签到还有抽奖号，这儿还有一个水杯的礼品。哎，我说打顺风车差点就跑了。你不跟我说，我看你好多号。15个。看我的工作证。尊敬的各位领导，亲爱的各位来宾，以及都江堰全体农业事业经理人，大家上午好。小康不小康，关键看老乡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，就是我们都江堰全体老乡的代表。所以你们小康了吗？还没有是吧？还没有，没关系。我知道你们其实很谦虚，其实你们已经非常小康了。你们的生活比我还幸福，所以今天我们写的是幸福新农人。然后根据我的工作的一些经验，我对自己的理解，那么今天在这个平台上这个机会呢，给大家也实现一个汇报。今天我给大家汇报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。而资本社会最核心的东西啥子？就是我们数字红利。我们看一下，在全球数字红利发展，美国、德国、日本在这方面已经领先全球。特别美国在互联网，德国在机械化，日本在植物工厂等创新应用非常广泛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都江堰市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，对我们都江堰市的优势特色产业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定位。你通过电子商务平台，或者是不管是你自己来，通过淘宝啊、微信啊这些，你的实物交易超过5000万的话，就有一个不超过100万的一个奖励。2等奖的奖品是由都江堰大道实业提供的猕猴桃酒2瓶。过年的时候喝着猕猴桃酒，吃着火锅唱着歌，吃着猕猴桃酒，我的天哪，不要太好过来。405-405D。参加了这个年会，我已经回家了。你们那里也有农业职业经理人吗？就是在我们四川，在成都，我们农业职业经理人自己买了社保，是会享受地方财政的补贴的。每一年补贴的最低档就是4000多块钱，补贴你自己买社保的一半给你。你们那里有没有这么优惠的政策？好像我听他们说，好像只有成都现在才会有这么好的政策吧。但是只补贴60个月，也就是5年的社保。